蚁啊，老二你咬他。你看这个姿势，自我保护嘞。啊，老二吹一吹哈，老二咬你，你说爷爷救命，爷爷就来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快，他咬了。你看他还在等呢，等老二咬他。好了，我们煮饭，来过来，我们煮饭，煮饭，煮饭，煮饭。今天我们煮大鸡腿，兄弟们，油炸大鸡腿。对，大鸡腿。嘿，我猴哥也到家了，兄弟们。对。现在是下午两点多。哦，大家好，我们来煮饭。第一步，猴哥给打个花刀。打上花刀，一会儿更加入味，对吧？对。打好，我们要给它腌一下。老二，去帮我们拿东西，酱油、料酒，还有盐。大油。不要鸡精。胡椒粉要不要？胡椒粉，家里胡椒粉没了，明天去买啊，兄弟们。但是我们准备了很足量的生姜，还有小葱。哦，大卫你好。叔叔阿姨大家好。收衣服的是吧？小魏王，你好。小妈妈你好。妈妈你好。还咋还害羞了呢？你看这个表情，害羞这个表情。你说妈妈你好，妈你好。呦呦呦，大手机，进一个。大家好。哎呦呦，大家好。你好，我们来煮大鸡腿吃了。给它腌个一个小时，我们再做哈。葱姜再把它锅里倒。抓拌抓拌。抓拌抓拌。家里就这么点淀粉了，全给它放进去。淀粉、面粉二合一，兄弟们，给它搅拌搅拌，看看这个状态怎么样啊、哦？哎，刚刚好，行，就这个状态。再敲几个鸡蛋进来，鸡蛋液裹上大鸡腿，那才叫香啊！四个，咱们先敲五个吧，是吧？嗯，五个应该差不多了。现在我们开始了，来炸蛋。开始了，兄弟们。哎，裹一下这个。裹一下蛋液，对吧？对。然后再来点面糊。对。直接下油锅。嗯，开炸吧。第一锅可能六个鸡腿熟了，兄弟们。猴哥这边继续，哎，炸的颜色还挺好看的哈。哎，好的 ，OK， 啊，一会儿来点什么撒料、椒盐什么的，来一点，好吃了哈。有理有理啊！喂，再来有理，好的，鸡腿全部出锅，一小盆，兄弟们。土豆，土豆锅里倒。啊，土豆锅里倒。第二遍，咱炸的这个是薯条。宽薯条，那个细的不好吃，这个宽的炸出来中间软软糯糯的，很香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叔叔阿姨开饭了，开饭啊，开饭，小宝贝也开饭了。哦，这个是番茄酱，你喜欢的。嗯，鸡腿估计咱家宝贝估计不吃，但是薯条可以来一点啊，有点烫啊。啊。快爷手烫，帮我吹一吹。哎呀，真乖。什么时候炸的很脆？外面很脆是吧？里面是嫩的，是不是？嗯。那还行啊，以后多吃这个大鸡腿啊，人家狗子也有饭吃了。嗯。那么多鸡骨头给狗子吃。薯条也还行。嗯。嗯，怎么了？小宝贝在这笑呢。呀，爷爷给你来一点来，吃一口。哦呦呦，有点烫，对不起。为什么我给他拿的那是烫啊？我这个我酱。啊，我这个很大是不是？难怪的，烫到他嘴了。再来一口。啊。啊，好了，吃吧。
有点烫了啊。你先把嘴里的吃完。再来拍。啊？啊，你拿了一个小鸡腿是吧？对。嗯，我都能听到外面脆的那个声音了。烫脆。好吃哈。嗯。老二艾米。哎，太棒了。来，小宝贝，这个不烫。爷爷爷弄过了，不烫不烫。好了。不烫啊，你吃。啊，塞到嘴里一嚼它就不烫了。好吃吗？你谢谢我。谢谢叔叔阿姨。看手机，你说。你说谢谢爷爷。爷爷。谢谢奶奶。爷爷爷爷。哎呦，好可爱哟、哦。谢谢吧。很棒啊、哦。嗯。这个。大鸡腿，你说这个大鸡腿，嗯，大鸡腿，今天不当碳水宝宝了，大卫，嗯，今天开始吃肉了，嗯，但是一个肉它可以嚼很久哦，吃来吃去，他发现还是米饭好吃，再来一口，啊。嚼不动，爷爷教你这样，嗯，哎呦，能不能咬到啊？那外面是骨头，咬不动。这样咬，咬这里，咬这里，小伟，咬这里，吃吃它。啊，对，使劲咬，哎，这下吃到肉了。哎，想说什么？那你不会让妈在那屋里头？刚刚哎，刚刚做的时候怎么跟我们说的？我们说已经给到了博士，现在主角没了。渣男？在那屋里了。你是渣男？那是老婆两个，一个两个三个，三个，那就三个啊，三个什么卡？啊，三个可以。不提醒一下，老二全吃了。刚刚在他做的时候就跟我说了，老大能不能给三个给我老婆？那嘛，你不没老婆呀？就是哎，猴哥，这是他的一贯作风。他以前吃芒果还不给人家吃呢，自己吃了。能不能吃动啊？没吃几口吗？再吃这个。啊，他蘸那个番茄酱吃去了是吧？你看，能往那边来，来来来，来来来。哎呀，哎呀，嘿嘿，怎么了？老婆，看到人了，一堆的干净。啊，你们都吃饱了是吧？对。嗯，一般这个油炸大鸡腿有点油啊。猴哥吃几个？五个，五个，嗯，差不多了。大荣总共三个是吧？嗯。老二吃六个，嗯，差不多了。剩了五个给老二老婆。哎呀，今天晚上回去，好男人回家了吗？嗯。对吧？老婆光当不顾。光当不顾。晚上吃完了，兄弟们没了。这个呢是留给老二老婆嘞。好吃，大荣是吧？嗯。改天我们再做。对，你看老二。看他们在做可乐大鸡腿。对，可乐鸡腿也好吃是吧？嗯。这里就是买不到鸡翅，嗯，只能买到这种小鸡腿。那么多鸡骨头给咱家狗子，今天晚上要过年了。嗯哼。还有小威王呢，你吃一个这个，哎，它不烫，嗯，吃一口。最喜欢吃番茄啊，他不饿，我知道了，他就吃番茄酱了，是不是？嘴唇怎么白了呀？是不是番茄酱给他弄的？对，他不喜欢酸的，他不习惯吃酸的东西。哦，就跟你们小时候吃酸的嘴唇就白了是吧？我吃醋。啊，吃醋嘴唇就白了。白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我们跟叔叔阿姨再见啊、哦，跟爷爷奶奶再见啊、哦。大家拜拜心。啊，大家拜拜心。来，跟爷爷奶奶再见，
跟叔叔阿姨再见。老姐再见，拜拜。比心啊，比心。